着现在这时候调查局要查你嘞，因为你要赌鸡排，可能涉及贿选呢。现在张善政讲的这个赌盘的事情，马上那个民进党就开炮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好，加油！你讲我的听，你也惊呢？啊！你别跟我吵，你惊我？来者不善呐！家不来啊，这里轰骂过来，查，要查啥？啊，你啊像伫家己咧选的，啥物人咧买票，你敢知？啊，你拢知多检调，唔知？哈？你查阿弟啊，阿弟啊！我来讲啊，国庆啊，你著招伊公开来救助啊，来奉天宫救助啊！啊，你市民啊，啥物人去摕着送的钱哦，著慢转互伊。伊就落选啦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反人倒后车，怕人化救人，啊，这差哥安那，化俩差，对不对？讲国庆还咧买票啊，夭寿！你看这内面有想买票的无啊？家境清寒，双手两片姜，出来替乡亲硬咧拼的呢，啊，而且加白钱呐。我今仔读过彭哥的记者甲我问啦，讲准备人要含咧要对付你啦，你有啥物回应无啦？我讲我要来，迄落龙卷风，我来才回应了啦，对不对？我等你出招。哦，法务部你若出招，我就甲你回应。啊，啊，咱要合作。合作买票，啊！我若买票，我请2700块，吼、哦！啊，有人请迄个10000块，啊，唔知迄个10000块爱成俩，对不对？啊，迄我迄个朋友吼，唔茫甲你啊啦，吼、哦，伊是存比我较侪，请较侪啦。啊，我讲啊，鸡排有请无请不枪灾啦，这边哦，这边啊对啦。因为伊即摆要欠我哩，啊，我是唔惊伊掠啦，对不对？该互掠嘛，爱互掠对无？我若互掠呀，别恁火咱就减足济啊啦。所以，咱坦白讲，咱也无爱惹人口舌啦。我等你讲。蔡英文啊，万一伊输咱90万票，讲啊，你看，哎用假白请啦，声神啦，讲声神，咱断了，所以恁韩国会较赢，肮脏的赢，咱嘛无爱让韩国的肮脏的赢啦，对不对？有。惊到安那？所以，贾良改即嘛，心中公开定情，本来。我讲韩国瑜赢90万票，那赢无够，赢89万9999票。我要请台南、台北、高雄各900块加牌，对不对？安尼开起来吼，差不多20万啦。哦，即摆加牌无爱请，好，加牌无爱请。韩国瑜赢90万票，还在。那赢无90万票，我捐30万予慈善机构做公益。啊，若做公益，要照顾这个艰苦人，佮讲我买票，我也无多啊。啊，我即摆袂使讲倒一个公益团体呢，我即摆若指定倒一个，就讲啊，你咧买迄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唔免。啊！恁嘴苦，等下又错，无加白人吃，歹势。哦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多好安尼。啊，君子一言一中，小人千言无用。我一言既出，驷马。嗯，所以加白恁忙吃。啊，我改30万，哦，30万捐予公益，照顾艰苦人，勿忘世上。所以嘛，吼、哦，咱爱清气的赢，啊，有一个差10万块，我看伊莫咧烧啊啦。
现在调查叫不能来调查我哦，我来去调查恁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讲伊阮遐的，这吼选举这叫啥？这到底啦，一来一往，所以恁唔茫放松的。像我下昼伫遮讲到一半，绕跑紧走，啊！我报唔对，我讲伫啊，实在是伫后边，我一个讲白河，大家看迄个大报挂，看讲伫白河，大家走去白河咧等我，看彩蛋。结果是伫后边，啊！警方已经处理了真圆满。哦，所以伫遮呢，咱甲全国的警察人员说多谢。台南市这个警察局长表现真好，啊，迄个分局长呢，姓朱，啊，有够。迄足偏僻呢，后壁，迄蔡耀辉的分部多，我呢足偏僻。迄差不多两三个月前咧选举开始吼，迄个分局长我讲，啊，这遮偏僻啦，人来做歹代志吼，无人知啊。伊山伫迄个电报条吼。路顶的顶头，伊甲架一支迄落扛咩啦？尿白啊机，下早啊五点外去扛的时阵，带去有一支尿白啊机尿着。所以即摆已经人查着，知影有迄个人啊，车队着。因即摆开始咧搜集，应该真紧的抓着。爱包白色的才真专业，迄不破人环节你白吼。我俩做提迄两袋吼，伊都穿甲规个像个太空人个。啊！迄两块摕着，我俩做迄两块是咧挡迄落爆炸，你听有无？唔是啦，迄两块啥？哦，迄真正厉害。迄两块就是迄落人多跟迄落 X 光啊。伊即摆翕了吼，知迄个粉内底到底啥物物件，咱都唔知影嘛。嗯。是啥物暴力物，也唔知影嘛。X 光一翕了，感觉摕出来吼，专家开始伫遐解读看，这啥物物件？哦，啥物货？安尼看到尾，我讲迄包敢是面粉哦？我问看嘛，无是安那。对不对？哎，来，伊来摕一个迄落机器人，即摆迄个落去吼，啊，一个防爆桶啊，啊，放在内底，那是有，啊，掉出去。另外，迄两桶倒把底里个电线出来吼，到底啥物货？啊，唔知啊。即摆知影迄两桶大概是水啦，无问题。即摆是看化验另外迄、那个放伫内底遐白色的迄个粉末内底呢，到底啥？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咱的。那咱的血汗钱、税金钱，饲这款的警察，咱得爱学了，咱有价值啦，对无？啊，若饲啊一千只猫哦，迄一千只猫食到肥足足的，甲咱食三顿半，伊即摆拜托你去给伊连啉呢，讲安那讲后壁四顿伊无爱食啊，你敢要信？你要信无？你倒有饲猫的野手？对无？恁家的猫吃草啊，吃菜的，当然吃草啊！你这只猫啊，跟你讲，我要改吃菜，你敢要信？哦，你提菜好吃，伊要吃无？无可能嘛！所以这对肥猫已经给咱吃三顿半，你甲看卖啊？恁算过的，遐个民意代表、国会议员、民进党的哦，你注意看，四当前的体态，含四当后只嘛，四当前一只那三百鱼的。四冬后，即摆食哪撑啊鱼的？吼、哦，四冬尔嘞，啊，即若够食四冬的变啥？变海鞍的，哈、啊！啊，你台湾人好食三四冬啊，啊，你还阁想袂开？甲你骗三年半，要阁甲你骗一辈，你不要骗无？不要骗无啦！较戆的无啦，伊讲，哎，即摆做厉害。伊无甲你讲，伊要骗你哦。哎，韩国瑜会骗你哦。韩国瑜可能会骗你，可能都无一定会骗呢。啊，我勒明基山，你一定会甲我骗，这个嘛无一定会甲我骗。啊，较戆的要骗我嘛，要用韩国的骗啦。一个会晓照顾庶民甲身躯边的人，苦民所苦的人，会当甲伊的补助哦，税负咧保护伊呢。伊甲当作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的款待呢，食饭是靠落迄警察的水壶先食呢，伊甲家己食呢。蔡英文请一个厨师是煮好伊家己山顶海味鲍鱼鱼翅宴咯，是毋是有食呢？无咱来查呢，对不对？有。啊，你要哪查？食两家入去里外，伊就甲查会到啊啦。总统三顿食啥拢有登记的啦。
对不对？啊，现在都查不到，我认为我就应该查，查看他透早透暗中到吃什么，让你一清二楚，包括查土地，对到他们老爸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水吗？国庆啊，我们看到张善政说现在韩国瑜跟蔡英文的这个盘是 PK 盘，可是现在民进党马上就在那边呛着张善政说你现在是在包庇犯罪耶，可是看来民进党现在他们究竟怕什么呢？怕什么？就是怕输啊，怕输啊，怕输啦，啊，不是一个人怕输而已，是整个这阵有排到位的人，你会想说明年五月份下课无？这无退休金的嘞，大家嘛是讲，搁加做四档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四档了后，诶，民进党继续执政，诶，无定着做了十外档嘞，啊，十外档那个大家就吃个粗饱，饱饱饱。所以讲，这边的选举甲过去无同，因为竞选连任，真侪共同利益者会危及到他的位置。所以伊爱认真去拼，去吹，甚至提供的资源出来换出选票。啊，反正开是开政府的，啊，不是开家己落地啊的。好，接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这边的选举，咱讲真的吼，是足歹选的啦。啊，但是吼，有一项咱会当闻到味，那真正韩国瑜输遐济啊。啊，他就这紧张要创啥啦？他就这紧张啦！啊，民调那会准的话啦，韩国瑜今仔无做市长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佮换一句话，莫讲讲这边的啦吼，我讲公道话，民调那会准的话，郑文灿敢会调桃园市长？伊当初是真正无准备当选干员的嘞，当初是真起来嘞，伊嘛今年讲可能袂调，啊，就认真拼，哎，结果。嘛是调啊，啊民调是输，啊谁来调？所以讲现在的民调，哦是可以因为外力介入，甚至多盘，多盘嘛去影响民调的结果啊。哦，包括我前顶个月我就讲啊，我顶个月我就拜托大家接到电话民意调查，拜托请你支持陈明文，投票伊刚刚当林国庆就好。哎，韩市长嘛，后边嘛，知影讲，哎，这个我们讲哦，伊对落去啊。大家听我咧讲个时讲，想要叫人大家民调，讲陈明文先生啊，投票伊刚刚讲林国庆，这足有路的啦。啊，我直接甲大家教啦，咱若派730个攻读生，730个攻读生就好，电话叫这攻读生一张一张卡，今仔因暗来恁30个卡一张。卡这张，你只要讲支持林国庆诶，好，名单整理出来，来传递代表，这几个都是支持林国庆诶。啊，安尼咱的支持者曝光，会不会被查水表？有可能啊。啊，所以讲，你着将咱的底牌黑龙看嘛，啊，大家都会去用施压，去用气。所以讲，咱着打一场吼，他看不到的选战，支持者一堆，伊拢唔知。人心反啊，伊嘛唔知，安尼吼，就无明调的问题存在啊啦。伊阁安怎做？伊若即阵讲赢30%，拢甲你嘛听我讲，啊，阮就拢对大家讲伊啊，伊唔照早赢30%。百二趴啦。啊，百二趴，无就百二趴的啦。所以我伫遮吼，要甲大家拜托，哦，意志坚定。啊，恁哦，我是建议啦吼，以后爱。用较济时间去邮票，唔是对立刚对引导的吼，恁两个引导的，又正甲立刚吼，足侪人对因的。啊，你我鼓励你亲朋好友来看这台电视台，啊来现场看，安尼较实际啦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哦，我一个人伫个饲甲吼，几群人饲我饲咧怕，你知无？我一个人对三个馆长，甲恁讲几落摆啊？哎，起码吼，陈明文太厉害了。嘿，往一个脏话灌甲过，各位性骚扰，各位恐吓，哎，这心求大婚，有在条给我处理，甲讲啊，过去都是误会啦，哈，啊，我们要往前看啦，哦，这唔通哦，别讲哦，这你讲也袂使生玩笑哦，
谢谢啦，嘿，啊，感谢您，谢谢。戴佑明啊，我们看到现在的这首民调已经变得不准了，但是呢，赌牌呢，哎，之前有人一直在放话说赌牌现在是谁理谁，谁让谁，可是张善政今天只讲出了个赌牌是什么样一个状况，马上民进党就 K 他说你不可以讲叫赌牌，甚至呢，哎，谢龙介讲到那鸡排的事情，甚至调查局说，哎，可能涉及有贿选要查哦，看起来现在这时候所有的事情只有你民进党可以讲，但其他人讲都不行吗？来，咱各位乡亲吼，特别讲进前，甲大家请安问好者啦。我嘛足久无上电视啊，恁敢知为啥物？因为即摆北台啊，叫我去拢爱讲韩国语的歹话，才要甲我发通告啦。咱看安尼有惨无啦？所以今日啦，咱中天来到分林，我王佑民就今来只报道，来甲全国乡亲问安之外，嘛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啦。拄则有讲啦吼，咱的赌盘对较早。80,000票开始扭到50,000票，扭到30,000票，扭到20,000票。真简单来甲看，大家详细听王玉平讲者啊。咱选举大家插过头啊啦，这票摕无，我爱摕白票来补，对不对？ Yeah. 所以啊，全国军公到警察啦，伫咧咱民进党的执政啊，已经对伊无信心啊。所以啊，伫咧太阳花事件，伊就破警察国皮，伊就不爱警察的票啊，伊就全力来。来什么？来讨好这少年人，要来这票，咱讲对不对啊？伫到这，我嘛感觉我非常的无辜呢。五合一选举的时阵啊，我伫咱网络顶面三节课本上落，讲你国小三年级盖地保险套，国小四年级你要甲盖啊，你喜欢我喜欢什么都可以。我这个网络去了147万人啊，但是伫咧啊两礼拜前啊，我王佑民啊，佮用一个。咱真真正啊，地方的代志，来甲用去网络影片顶面也无色情，也无暴力，结果我去哩两工了，就叫我拆掉呀。用网军啊，不断的甲我攻击，甲我的全部的文章都甲拆掉去，安尼咧操国选举啊。上届悲哀的啥物，恁敢知啊？悲哀啥？咱嘉义分林啊，尤其咱分林地区啊，因为着伊的绿能产业啊，为着伊啊，多哩灾团啊。把咱用到咱所谓的粮食基地啦，粮食基地是啥物？都是咱的国土计划法，分林关爱承受大面积的耕作面积啦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咱农民永远袂当出头天，咱讲安尼恶质无啊？